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？我猜这个东西你肯定没见过，把干电池按正负极安在上面，插上转换头就能给手机应急充电，各种型号都适用。应急充电器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应急充电器都可以这么简单了吗？普通的电池就能给手机充电？我不信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买了，开箱。就这么大一个小东西，一点中国字都没有啊。我买的是苹果充电头的，它这个需要安装两节5号电池，而且它这个金属的地方是磁吸的，这个很人性啊。安装上啊，接下来插到手机上看看能不能充电啊。 2 hours later， 哎呦，看到没有，真的可以充电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它这个东西的充电速度如何啊，估计会很慢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咱们就测试完了。这个东西应急应该是还是挺方便的，但是如果要是充电的速度，我估计它不会很快，但是平时在身上备一个没毛病。这个电池在哪都能买得到。